由于学测快到了，学校就在七堵的基隆商工校长洪光贤特地带着老师和应届考生代表，特地到七堵市中心香火鼎盛的庆济宫拜拜，祈求主神妈祖和文昌帝君保佑考生金榜题名。都来这边祈求妈祖、文昌帝君来保佑我们各个学子、学弟妹都能顺利哈、高中。高三的学生即将要参加各项的升学考试，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庆济宫的妈祖还有我们的文昌帝君能够保佑我们的高三学子都能够参与各项的考试顺利。庙方更是准备了吉祥物品拜拜，请神明加持为考生加油打气，希望考试顺利，包中理想学校。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